照明，哇！黐線玩呢一個歐拉士定咩啊？即係用呢個照相機嚟照明啊嘛，係咪？裝備攝影機，哇！有人。诶，出发啦！我哋一行前两步就要啊啊！应该唔会太迟啊，系嘛？不错。喺右边，走出去，又翻转头，不错。啊！咩啊？喂，我出去喂，我出去，我出去的。妈！唉，恐惧占满了你的心灵。救命！食点隔啲猫，食隔只猫，佢唔会出去嘅。唉。我啲唔出去就唔会面对我究竟死定唔死结局。哇！死架只猫，我唔出去就唔会死啊嘛。只要唔打我个就唔会死，永远唔会系死，亦都唔会变系生。冲啊！无限轮回嚟嘅，你拣第一踢出口啊？左。右中间唔系左右右系咪右都唔系左右左系左右左系左右左左右左中间冲啊！妈呢个咩方法出嚟啦再出嚟啦，肯死出嚟啦！喂，不过睡着咗，黐线！呢啲情况就瞓着咗。头先嘅，唉，算啦，唔套租啦。啊嘛，喺头先瞓觉嘅时候，怪物走咗啦嘛。但系讲开又讲啊，边一个嗰个怪物仲活着咧？嗰个人究竟而家点样样咧？唔知我瞓咗几耐？五分钟、十分钟，冷静啲啊！只有祈祷唔系醉话情况。首先我哋揾翻嗰条友出嚟先。那个人的笔记是我有大的声响，所以过嚟睇。你啱瞓着咗，好攰系嘛？对唔住啊，嗰个可以留翻迟啲先，可以处理佢。真系万幸，总算要结束啦。我将所有材料拎走咗啦，你好好休息下啦。咩话？仲在生，真系万幸啊！那个人的笔记，唉，真系雷队友，啲人唔系清理咗个怪物咩？就我相信你。我咁相信你，结果你就留翻苏州市俾我叹。诶，嚟啊！哇 ，flashlight， 手电筒坏了，冇啦，冇电了，该死。唉，锁上了，哇，吓死我，佢又弹出嚟。妈，呢个点样搜索嚟噶？太暗了，好危险，要揾其他地方好啊。到未啊？我哋报告书，正因为连续嘅仪式，令个蜡烛都烧好得啊，就到呢、這个咩啊、這個？就发清仓咁样样啦，系咪？经常从上层嘅嗰啲私制嘅仓库里边拎一啲蜡烛嚟用。平私制系咩噶？平私制系一个人名嚟噶。平时就系中有一个人察觉到，被用作系升天嘅礼仪。啊，呢件事件属于幸运好啊，运气好啊。但系如果咧呢一类嘅事件经常发生咧，可能会出现问题嘅。所以决定咧，从下个月开始增加呢个订货量，即系你更加多嘅线，唔系强调一下，好似咁样一直以嚟嘅举行礼仪嘅仪式嘅，消费会增多，发现嘅人就会增多。所以需要減少次數，即係唔好咁搞咁多類似啲升天嘅禮儀啊嘛，活祭。
依家个时钟指住12:02，我点睇个钟都似系12:04啊嘛！你救命！喺边度啊？左边呢个嘢，开锁，开锁。真系谂住，应该而家就又斗快拧开佢啲咩？一拧开就有吓嚟 ，jump scare 嚟啊！哇！写神嘅使者系石像，咁个天使用讨厌嘅眼神认识咗我。呢个天使嚟咩 ？OK， 就爬呢个天，爬呢个天梯定点？天国阶梯，我睇下下一层系咩嚟？等住我哋嘅，究竟系出路定系死路呢 ？Yeah， 呼，哇个样子啊，完完全全咁摧残咗。哇，你个你连个瞳孔颜色都变埋，朋友，点变的啊？咩文件嚟嘅？教主嘅话语。我在梦里面见到上帝的传令，你听到定见到啊，大佬？梦里面可以见到传令嘅，第一次你见到声音啊，你啊，阿伊托，佢让我克服咗呢一个磨难，仲俾我一个补偿嘅一个黄金杯子，一摸杯咩啊？一摸杯，我又醒了，那个杯就喺我头顶。黄金杯是一个神圣的物件，只会在这个举行最重要的礼仪的时候才会用，是最重要的物件来的，需要谨慎使用。圣血祭是吗？说什么来的？是记宝。没反应，不说在哪里。我也想知道。拎个烂东的书籍来啊，看了几次啊？看几次你就懂了，是不是？来啊，看啊。应该冇啊！唉，咩嚟噶？八字吓、啊？花唔系八字嚟喎，呢个王子嚟噶，黐线！啊，放住一束呢个好老嘅花，边度有花啊？愿上帝祝福大家，愿主与你们同在系嘛？呢、這个系讲嗰个系嘛？类似咁嘅嘢 ，May the Lord be with you。好古老嘅相机，睇嚟仲可以用。按 A 键拍摄，拍咩啊？照明，哇！黐线玩呢、這、一个欧拉斯定咩啊？即系用呢个照相机就照明啊嘛，系咪？救命！用相机照明。锁打开锁嘅门，我呢度出嚟嘅，啊，跟住就喺度入去啦，系咪？装备试用机，哇，有人，因为冇连续拍摄啊，会冇电啊。有人喺前面。咦？呢条我头先行前一步就死咗系嘛？冇喐过呢道门。下面问问大佬，有食冇在喺前边喎？神嘅使者，边个？我呢散，哇！诶，你埋佢啦，要埋佢啦，叮，冇师傅啦，我哋，我睇下呢个死胡同会俾人将军先，未到啊，原来系你啊，哇！原来喺呢度啊！我都自调过嚟啊，太黑啦，见睇唔清楚。我大意啦，明明以为杀咗，但都系冇修理发电机嘅余力嘅，我都受咗伤。冇关系嘛？身体而家点样啦？仲 OK 啦，头先接完治疗啊。唉，怪物嗰件事啊，真系好对唔住啊！
但系咧，头先已经杀死咗佢啦，冇关系嘛，你冇食就好啦。啊，原来咁，冇问题。但系呢个黑暗中嗰人礼仪嘅话，你应该都会有几位啦。不如先解决呢一个啦，保险先俾我啦，即系发开电就嘛。系啊，太好啦。咁啊，唉，我啲手指有啲唔方便啊。呼，呢个咪追住我哋个友嚟嘅。跟住有时保险师就喺个附近仓库度，灯光唔方便，你用相机，你又知道我相机嘅。啊，多谢你。如果我而家开 A 会点噶？你睇你唔舒服啊，冇其他嘢嘛？我搵紧啲资料啊，但系缺少咗材料啊，都仲想搵啲材料。呢、這个我去搵啦。呢、這个材料就系材料里面嘅圣杯，你有冇搵过嚟？佢应该喺附近。你身体保险师找到杯之后，就会中间站等你。咁 OK 啦，你身体冇事系嘛？啊，我休息阵就得嘅啦，唔需要咁担心。我哋行动啦，好，一阵间见。如果头先我开 A 会点样样？唔忍心追究受伤嘅人之不知不觉就咁过去。保险师找到圣杯系咪？揾到看。OK。点过去？冇过去，用讨厌眼神望住我，点解咧？我做啲咩得罪神嘅使者嘅嘢？应该冇啊吧？我真系唔知道。坏孩子，保险丝坏了，换钓鱼被保险丝比较好啲。应该系仓库，仓库喺边度啊？收门把啊！呢度呢个出嚟嘅，哦，呢个边号噶？但我需要录影带，而家系，因为冇录影带，最后头冇录影带，咦，出翻嚟，哇！又塞住咗喺度，咦？又嚟啦，录影带，别就挡住我经过，啲救命！呢啲咁情况下，去呢度真系唔知点讲好，佢拣系拣整啲嘢咧嚟吓死大家，根本就系、是、即系对黑暗嘅恐惧啊，啲咩成啊，同埋对呢一个点就嚟冇法存档嘅啲感觉咧，拣整出嚟。一阵间行前一步死咗点算？你从头嚟过。OK， 呢度用呢个入去啊嘛，系咪？等佢见到个人噶嘛，个人应该系杀死我哋人嚟噶嘛，系咪？咦，个像烂咗啊嘛，一个像烂咗，锁住个门嘅。呢个位入去里边，仓库锁匙。保险丝，保险丝你获得了，呢个咩嚟噶？有猫眼嘅物体喺度嘅，诶，冇嘢拎啦，乜嘢有嘢拎？系，哦，咁我 safe 啦，空的，空的，啊，佢拎咗保险丝，所以空的，咁仲有冇嘢拎啊？后边有冇嘢拎噶？冇啦，耶！一来 save save 先，因为多个卷带就信心大增。耶，冲啊！21岁嘅主角，依入去里边，一地下会唔会有嘢？一地下会唔会有卷带？保险丝，开灯。哇！始终要做咩？就系玩呢样嘢，又玩呢啲嘢。OK， 嗱先，第一个就系咩噶？第一个就系要令到自己熄咗同右边开，即系两个一齐揿啦。即系呢个系一，呢个系一二，呢个系一二三，系一二三，呢个系三二三右三，即系隔篱个三格啦，都系嘛。
因为自己和右边两格 ，OK， 哦，好简单啫，啊，好简单啫，熄晒佢先，跟左右搞掂。唉，哇，唔见咗我像，我大王铜像，唉，真好啊，而家干咗啲，诶，问好问好问好。咩啊？未见过走甩咗个天使啊 ！Go， 狗 ，Are you here？ 啲怪物尸体系嘛？跟住真系啲咁嘅尸体，嗰度真系啲咁嘅怪物喺度。即系呢条友真系劲喎！诶，个卷带系卷带嚟噶，耶、yeah, ！卷带，诶，朱力条唔系俾咗佢嘅咩？我谂咁耐都未。知啲朱力条系有咩用的？咦、okay ？开咗灯之后上楼层呢度应该揾到啊，揾到啦！有文件，我睇下文件先。仲有边个？仲要仲有个密码要解喎，系嘛？按照法律，凡系啲咩凡物，即系我哋啦平凡嘅物件咧，就应该系差唔多都系要用血嚟到洁净嘅。如果唔流血就唔会得到赦免。即系我要倒啲血落去呢一度，佢先会开俾我，系嘛？系咁嘅意思。這个人系讲嘅呢个，哇！圣杯，我先讨厌眼神唔认输就你，就系俾人打。应该仲要我仲要咩？我仲要个密码。你密码我唔知道喎。如果而家翻去嘅话，翻去大厅中间，佢中间嗰度，佢中间嗰度。诶、欸，翻去之后我就会回合，跟住最唔知点做。但系仲有个诶，呢个唔中间咩？中间祭坛喺边度？呢个位啊？呢个卷带睡觉地方。呢、这个走出去嘅，系咯呢度落去嗰时候，我未解决嗰个四嘅密码问题啊嘛。边度揾密码咁啊？我过喺度啦，过喺呢度睇下。咦？呢、这个右边有路喎，咩噶？破烂红娃娃，咦？红公仔咪系边个咯？有个僆仔噶嘛，咪有个僆仔，佢讲佢阿爸佢阿妈好中意红娃娃。我见到啲嘢喎，系咪？后边系咪有四样嘢噶？第一个系顺序嚟啦，睇先。如果系咁样嘅话，应该系二一四三，系咪二一四三啊？一掉翻转咯，唔系就冇反应。三四一二，一掉翻转嘅话，呢、這个嘛，零三一五啊，我谂多咗，我以为系根据人嘅高度嘅，点样？根据人嘅高度定点样？睇佢有事系咩事嚟噶？边度啊？有事？又话有钥匙嘅，钥匙喺边度啊？教主嘅日记，挽回咗，挽回系咪已经太迟咧？礼仪嘅次数越嚟越多，内部嘅挣扎越嚟越激烈。呢、这个仪式嘅规模小而产生嘅问题，咩小而产生嘅问题？提供巨额资金嘅施祭们持续咁要求，最终呢一个礼仪规模变得非常大。呢、这个系我唔应该讲嘅嘢，但系有啲粗，有啲担心。呢、这个系从以前开始苦恼嘅问题，我都唔知道呢、这个礼仪呢、这个仪式应该点解会成功啊？
即係會將多種複雜嘅咩多種雜破混成叫樣子，即係扮下啫嘛。我冇諗住扮下嘢，點知成功咗咁樣。人生供養被其他咩？啲唉，真係我希望我做錯翻譯啦。出現咗傷亡，係咪？成為大勢嘅強硬派，主張唔好玩呢個神啊，冇去觸弄啲神啊，唔好喺度試探神靈啊。通常我嘅思想同埋温和派嘅人咧，只會保持呢、這個，只可以保持沉默。正在用我一啲我都唔知嘅某種力量啦。如果係因為呢一個禮儀先可以到達嗰個程度嘅話咧，果然都係冇辦法挽回，已經太遲。咩？佢噏完我都唔係好明咩意思。乜算啦？你翻去咯，呢、這个位啊嘛，耶、yeah ！进去吗？进系咪可以迎接我哋 ending？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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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吗？我来了，你来啦！我等紧你嘅，喺右边的话多个人，睇一睇唔到，都准备成咁，每个心情啲古怪，我都系。拎住个杯放中央啦，好嘛？听佢讲，好，多谢。依家讲下呢个礼仪嘅方式，喺侧边将个彼岸花放喺个杯入边。我只系选择听佢讲嘅嘢啫，做得好好。依家仲可能有啲疑惑嘅，但系咧要听话，切断手指献俾个杯。呢、這个我冇听过，啊，我都头先先知嘅啫。对唔住，冇事先通知你，系唔想从呢个出去系嘛？咁唔系嘅，我哋阿你桶又变咗，你识变铜术噶血？我手指大手就做唔到，我帮你手啊！咁啊，原本喺呢度个团体奉献咗某种力量嚟笼罩住呢个地方嘅，我只要反转过嚟利用佢嘅礼仪，就可以打开个罩门啊嘛，嚟到呢间房。出现咗一道裂缝，我本来唔系想吓你嘅，但要再考虑下。你觉得佢哋喺度拎咗啲咩嚟做祭品？而家比起咩啊？比现在用献祭手指应该更加大牺牲嚟。可能你都痛嘅，好快就结束噶啦。听我讲，手指尾，或者我听佢讲啫。咩、啊？我会做嘅，亚鲁，只要机喺左边。好似嗰啲人会用嘅，将手指放喺盒里边按按键就 OK 嘅。可唔可以收声啊？做唔到啊！我左手冇了，佢一只五只手指出晒，受苦啦嘛，一眯埋阿昌。将我献俾你就 OK 啦。咩啊？韩文嚟嘅，你点读啊？呢个系，继续嗌啊，直到震动消失为止啊！佢走咗，佢走先，佢留低咗我喺度。啊！好嘢，好嘢，好嘢！停止啦，成功啦！杯唔见咗啊，我哋都唔见咗，成功啦，系咪？有咩回事啊？佢自己走咗出去啊？系啊，佢自己走出去了。真系唔要脸啊！我手都割咗，你我都走出去，冇可能。就系讲已经完蛋了，已经。你得翻一只手可唔可以替换到咧？一只手可唔可以换呢一个录影带？一跑唔喐咯，受重伤。完啦，应该俾人哋利用咗咯。呢可能系因为我中间冇质疑过佢，系咪因为冇质疑过佢所以咁样？啲奇怪心情系点？咁我啲人唔啱，俾人欺骗咗。嗰、那个就实就系另一个你啊嘛。因为你一个你，已经太迟了。
一個係因為你一個你上一代嘅你啊嘛，上一代嘅你進化到可以打贏曬啲怪物，然後欺騙你一個你，下一個進嚟嘅你，然之後就你出咗去先。卷帶我已經 save 咗啦，唔需要啦。唉，出唔到去了。摩斯摩斯，我開玩笑啊！呢、這個唔好玩喎、啊，呢啲都唔好玩。我求下你啦，快出嚟啦！出嚟，出嚟！我而家點算好？Cat in the box, yeah. 咁我段嗰个剧情就系咧，佢揾下一个受害者，做翻同样嘅礼仪，然后佢自己走出去，跟住下一个细路仔又嚟，咁无限轮回咯，可以。所以我觉得咧，头先走出去嗰条友应该话帮佢条友咧，就系另一个佢自己嚟嘅，系另一个佢嚟嘅，因为佢。点解咧？因为喺度生存咗咁耐，所以，生存咗咁耐，所以佢识得打赢嗰啲怪物，有机会系咁样。所以，系咯，会有无限嘅轮回，点样？诶，咁即系应该仲有二周目、三周目咁样样嘅，咁迟下先再玩。咁即系试玩？吓？我原来净系试玩嘅咋？有正式版嘅，哦，就做几多周目啊？妈有咩？吓？应该差唔多啦。咁呢个应该系最基础嘅第一个 ending 嘅嘛 ？OK。